今日消息，林书豪的球迷们16号从桃园机场出发，要到纽约麦迪逊花园球场亲自帮偶像林书豪加油。我们立刻连线记者李依婷。是的，主播，我们可以看到这群台湾的林书豪球迷呢，是很兴奋的在机场等待，满脸期待的样子哦，因为他们马上就要飞到纽约去为林书豪加油。超期待的。对，为什么？因为我林书豪是我最喜欢的人。是，为什么这么仰慕他？因为我现在我在学篮球，所以呢，因为我在学篮球，然后他是篮球高手，所以我喜欢，我想要跟他一样。他前几次连败六场哎，那是因为他很累，所以他才会连败六场。可是而且他也换教练了，所以这一次他一定会赢的。这一团林书豪的加油团呢，从国小的学生到五十几岁的大人，统统都有。他们都是林书豪的超级大粉丝，还有人请了十几天的假哦，就是为了要亲自到美国纽约麦迪逊花园的现场来为好小子加油。虽然呢团费不便宜，一个人就要将近10万元，但是他们说这一切都很值得。以上是现场最新情形，主播。好，我们看到了林书豪的超级球迷们呢，现在是启程飞往纽约，要亲自来帮林书豪加油。